嗨，你好，我在台北，我叫冯俊良，我今年17岁，我今年18岁，我是来这里当义工，对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就凭我140 IQ 推测到了。跟你开玩笑了，来这里的人不是义工就是辅导员嘛。但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嗯，问啊。那么多地方给你去当义工，为什么你选择这里呢？嗯，理由很简单，又喜欢看你们这些人的大反省啊。还有进二系的人哦，跟我们年龄差不多嘞，其实我跟你一样哦，沟通上也比较容易。其实我是刚进来二系，不知道这边的辅导员是怎么进行反省的、啊。嗯，据我所知，这里的青少年呢，每两天可以拿到一张纸，然后你们必须在你们纸上呢写下你们在这里的心情，辅导员会以你们这些东西来进行辅导。嗯，而且后来呢，就是要上一场体育课吧，把你们快乐啊不快乐全部都发泄出来，直到辅导员认为你们真正得到了反省呢，他才为你们的案件上诉，请求会长解禁你们在二系的逗留。嗯，警庆过后，你们必须向你们对不起的对方说声道歉啊，认错，目的就是要达到反省的最高境界。哇，你怎么这么多人？嗯，因为我姐是这里的辅导员啊。你姐是？冯俊良，是收进会长室了。哎，那就是我姐喽。哇，那就是你姐。你要在这里给我加油打气，希望我罪行可以加重，最好判我这边一辈子。拜拜。姐，我已经把文件放在桌上了。嗯，拜拜。哎，不行，还自己交功课。嗯。哎，你今天好像很不同哦。因为今天是我第一天在RC当义工。You a volunteer? Of course. I'm not just content of being a volunteer. My dream ambition is to become RC's top counselor. Dream on， 我去做事了。为啥 ？I'm sure 啊。喂，不是来当义工的吗？为什么还在跟着我？我是来帮助你的，你不要假假了，是不是还在生你大哥的气？喂，小姐，我在阿拉西，我一件快乐事就是有机会看到你，你可以不要每次看到我就提起那个人吗？哦，那就是说你还在生他气喽？你是不会了解他对我造成的伤害的。如果他是真心关心我的话，他就不会把我送进 RRC。那有没有试着换个角度来看待你大哥所做的一切呢？李翔，有些时候我们常常忽略关心我们的人。说的容易，做的难。但是我能答应你，我会乖乖在 RRC。你知道吗？Things that's making my mind go